这样过不去的话，介不介意聊一下我的弟妹啊？啊？谁？我们是哥们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另一半不就是我弟妹吗？对不对？你要讲马子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讲什么啊？随便啊，比如说，哎，帅不帅？要不然他在做什么的啊？还是对啊，你来台湾这么久，他都不会讲什么吗？他很忙啊，现在应该又不知道在哪里做样区调查了吧？样区调查？哦，对啊，他植物系的，研究所吧，树当命一样，个性超怪的，人还蛮好的啊，只是有点难相处。你这个算称赞吗？应该算吧，就因为他不做作，所以我觉得他很真啊。拗起来劝不住我，动不动就想找人吵架，很冲。跟你差不多高吧，长得有点像流氓。原来植物系都这种人啊！啊？哦，没有了，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植物系的，上次开会谈不拢，我靠！他一个打好几个人呢，拉不住也是算了，被打乱七八糟，大声继续骂人。OK， 我真正惊着到，我惊伊梯哦上落歹坐。好嘞好嘞，啊你看后壁车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还以为像我男朋友这种人已经很少了。你知道像这种人，平常不讲话，脸就很臭啊。一旦讲起道理来，又面目狰狞。我觉得他蛮适合去讨债公司上班。不过他对朋友很好，很讲义气，而且……哎呦，对啦，不是，林老师他现在已经在想办法帮你们申请贷款了嘛？哎，我听不到，
喂。哎、欸。所以你们要去看嘛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放心了哈。好好好好，拜。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，害我介绍半天。怎么都没有听你们互相提起过啊？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么快？你们不是也很久没见面了吗？干嘛那么急啊？哎，还是我们像上次一样到西边啊，带睡袋就好了。哎，你可不可以唱刚刚那首好听的歌给明峰听啊？下次了。我想你们两个应该很多话要聊吧。我去副校长那边吃个饭。你们饿的话就来吧，反正你买那么多菜，对不对？我家多弄几盘。哦，好。来。哎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去了以后啊，要在老师面前提起明天要见的事。干嘛？你不要讲啦，然后呢，你也不要在明峰面前提起老师的事情。他们认识吗？嘘，反正你先不要讲，我也会告诉你。不是啊，我要搞定你为什么啊？没有，你先不要问为什么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你带我过去的时候啊，你就马上不要吃我们菜，你带我去吃。干嘛呀？你不饿吗？反正你就先不要说，你听我就对了。还有啊，我跟你还有啊，你带我过来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说你去认识他。讲就对了，听我的嘛，好吧。今天好怪啊。听我的就对了，记得啊、哦。好了。记得。哎、嗯，你去哪？我走了。哎哎，怎么连你也要走啊？反正我本来就不是特地来看你的，我还有工作，人家还在等，就这样。哎，可是已经这么晚了，明天再走比较好吧？对啊。这路上你熟吗？还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急的话，我开车送你吧。不用了。那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那。看，我还是先去吃饭好了。要多多再叫我。我发现你这次装备不太齐全哦。那是我朋友种的，他才16岁。我真自作孽。你知道你多厉害？每一次看到你，我就会发现。我有多看不起自己，真他妈！
考你一个问题哦，你知道水是什么颜色的吗？不知道对不对？清早起雾的时候，水是有很多种颜色的哦。落在鸢尾上，它可以是鲜艳的紫色；落在百合上，它可以是乳白色的。以前种的时候，我都只看到花，现在好喜欢那一丁点的水珠这样变化颜色哦。那是因为有人教过我怎么样去看生命的美丽，还有互相效力啊。你看，这是水在番茄里的颜色，一看就知道他受伤了。明峰，我知道你坚持的是什么，可是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想？没错，高山农业是不好，可是那些农民需要它。如果这需要错了，也是要大家一起来了解，一起来帮忙吧。劳动的老百姓不像你，他们的选择有限，有时候甚至没有选择，所以只好在既定的条件底下。你知不知道你前面路很陡，你要小心哦。风，我很想你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在一起。你的人生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
喂，请问主任在吗？主任，我是郭明峰。我想跟主任说，给你带那么多麻烦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那看主任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个接替我助教工作的人选？我会做到把事情都交接好啊。嗯，所以我不想念了、啊。对。喂。哥们儿，哎，我先走了。嗯。然后昨天晚上后来我喝醉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啊。那我最近可能会比较忙一点，我要回学校帮我们老师做一个 case。哦。保重了。哎，志强。啊。你怎么也叫德牧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有别的泰雅族人叫德牧哦。对啊，我是跟我阿公叫的，以后我的孙子也可以叫这个名字。哎，那你阿公会不会是明峰阿公的朋友？啊？他阿公有一个朋友也叫德牧，国语名字也姓马，也住新竹哦。他干嘛跟你讲这个啊？我下次再告诉你好了。应该不可能啊，我阿公不可能跟我一样衰啦。喂，拜了，加油，哥们。请问郭明峰在吗？是安尼啊，我是叶老师啦，有一挂技术啦，请问吼，你到咪厝的联络的电话？哦，是这哦。明峰的妈妈。哦，啊，我的电话他叫我卡哦。哦，多谢。喂，请问郭太太在吗？啊，是这样子啊。那个郭明峰休学，不晓得你知不知道？对啊，喂，刚刚唔丢呢？没啊，没啊，你是讲这个写李丽萍的是？哎，啊，我搁试一遍看看。
喂，请问你是李一平女士吗？那请问你是？喂，哪呢？阿伯，拍死啦！我把电话抄起来好啊。阿爸，啊，等下换一件衫，我带你来健康检查哈。好。追求啊！追求啊！阿爸，啊，最近追求哪拢无滴个？女朋友，女朋友，我看你要交比追求啊较紧个呢，女朋友。你神经啦！我干嘛先住你家啊？我们在台北有房子啦，因为以前我爸、现在我哥啊，他们常常来台北谈事情，所以我在台北还有个家。像我现在下来就跟我哥住那。哦，那我还没问你，为什么突然想到台北学电脑？万一有不懂的，不是可以问你吗？啊？哦，对哦，没有啦，以后在花园里，我总要能做点事吧。老是这样一无是处，连心姐都不要我了，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有很多优点啊。真的吗？例如，张杰啊，张杰。去啊！跑，快跑！干嘛？跑，跟我去，快点啦！啊！跑，救命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他跟上来了，快点！真的你？对啊，对不起哦，我都没想到我可能会打不过他。哎呦，可是我还以为会有很多人追过来。对啊，哎呦，你看你，擦一下啊。谢谢哦。这边啦，我还有点勇敢呢，看一下满身汗。哎，我是为了要保护你哎。你算了吧你。生活就歹转来啊，但是伊要找我啉烧酒，莫啉伤多啊。好啦，来，
摕来。哦，妈，阿姨想怎？阿仔，就昨暗转来都安尼啊，可咪去待台北学电脑啦。安尼哦。哎，爸。爸。哎，今日来减肥。哪有？阿姨看，啊，你这过来。哦。我看你踮台北吼，上好是会当交几个遐消息灵通的人士啊。平常遐古物公司内底的人嘛会使，若无就是讲别个投资人。平常遐政府的主管的机关啊，立法委员，若无就是新闻记者，若无安尼哦，恐惊。学堂面的手段真多，你嘛知影。即款内幕消息唔知影吼，咱可能是对袂着。听我讲一下，先生，听我讲一下，你不要冲动，你还年轻，你再用后悔了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哎，等一下，把篮子放下，把篮子放下了。哎，人嘞，大白天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啊？还把刀子放下，笑了你啊！起来啦，几点来睡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靠，你睡满身大汗啊！你是打电动打到走火入魔是不是？啊？你不懂啦，我在练习。我们英雄人物还要处理很多状况。受不了你！哼，无知小辈不得！江水树，我的房间怎么变这样？连只被单、枕头套都被我华拿去洗了啦，晒在阳台。他说啊，怕你突然回来，说先帮你换一套新的。啊，你那个冬天外套他也帮你送洗了啦。东西啊，搞不懂啊，每天在想什么啊？拜托，大帅哥，人家在想什么，你为什么知道？装，安壮，山上有没有艳遇？我看电视上面都会演说，半夜树林里会有长发辣妹来现身哎。有没有？有，下次遇到就要直接来找你。会使啊。哎，我上个朋友打电话来问你到家没，他说你心里有事哎。哦。万一有人拿刀砍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下跪求饶啊你！哎，我是说真的，不开玩笑。万一如果有人拿刀追杀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没事干嘛人家拿刀砍我？不管啦，反正现在就是要砍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然要拼了怎么办？真的？哎，可是你手上没有刀哎。那万一他要砍的是心杰，你怎么办？今天很无聊哎，我要迟到了。哎，拜托了，讲一下啊，喂，
对不起哦，车链被我踩断了。可以一句话也不要问我，只把钱借我吗？可以。借据我已经写好了。还是问一句好了，你还记得我说你是包子国的吗？那记得。包子的生命力是很强的，阳光的营养它也能吸收，有风的环境它就低头，湿暗的季节很长它就放心了。真的，电梯漱口名簿也不做了吗？嗯，可能会先停一阵子。那你到底是要……不是说好可以一句话都不问的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多少钱？5000块。77块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太一样。哎，啊，最近怎样？嗨，周峰，你怎么会来？人家找我有事啊。这里的谁啊？过两天有空来找我再说啊。哎，可是我们最近并不缺人啊。可是我觉得你应该会需要我。为什么？我看过你去竹三角，前一阵子注意到你一直在咨询土石流跟国土规划的问题。我做生态的田野算是很深入的，你如果想攻环保议题，我觉得我一定比谁都帮得上忙。关心环保议题的委员有好几位耶，你要不要去问问其他的委员啊？你对议题的宣传跟公关能力很强，所以我选你。好，我把你的资料留下来，再看看吧。OK， 谢谢。哎，万一我们要是真的用你的话，你那身还有你的手，知道。天哪，我连用它吧没有看过那么帅的。嗨，你们这些女生哦。就是。他念什么的？幼稚园所的。少爷。
史树，民风到家了吗？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就很想传给你们。也许过两天我有空下山，真的要请你帮我组一台电脑了。那我再打给你好了。箱子的啦。谢谢哦。谢谢。日日白迄天，阿秋定亲，全客无转来厝的。阮虽然足烦恼，但是也毋知影台北城已经发生遐尼啊大个代志。第一天听讲就有人开枪，老百姓平常时的不满全部爆发起来，因为无会当对抗的武器，有的人看到外省人就拍，有的像牛仓，有的像派出所。才脱离日本帝国的生活，又搁开始暴乱。好了，下个镇下的国军部队为家人降登陆，中央政府并无来了解台湾老百姓用火抗议的原因，颠倒对白到蓝，掠人枪杀，全体对祖国的梦到这完全破灭。伊更加积极参加地海活动、演讲、发宣传单。大饼包，我虽然知影全客已经无可能向强势政府顶头，但是伊甲遮个朋友为着要坚持理想，竟然向家己的国家宣战，这到底会是啥物结果呢？苏医师和郭医师被抓去问话，在哪里？在主任室里。
还是不要过去。你去帮我找件衣服。好。3月25号，你人在哪？弟弟啊，请问这两位医生是？你谁啊？哦，我是这里的副院长。哦，副院长，你是什么单位的？哦啊，是是，是因为我们待会还有一个会啊，所以啊，等一下，副院长请坐。哦，坐啊。啊，谢谢。职责所在，最近哪个医院在搞些什么活动？刚刚五郎队过来，我们另外冲过来。少少瓦固啊，这两天啊，这样子。小舅子那边有三只的，那我去。哦，好香哦！什么事请我吃宵夜啊？哎，嘉森，什么时候有空上班帮欣姐装一台电脑好不好？嗯，好，下星期有空吧。真的哦，好。哎，又在用什么？阿公，现在是他请客出来吃宵夜哦。哎，来了。对啊。哎，好了没？来来来，阿公来。哎。嗯，好吃哎！你到底什么事啊？我离开学校了，辞职、休学，彻底离开，正式宣战。我就知道天上没有白吃的宵夜。那你要怎么交房租啊？那网站到底还要不要弄？
好，一样一样来。我今天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到哪里找件白衬衫、西装裤？嗯？干嘛？要去趴车哦？到立法院上班，总要看起来像样一点吧？你要到立法院上班？做什么？我想到林淑玉那里做助理，可他说他现在办公室不缺人。我第一个就想问你说，他现在办公室什么情形？一定要林淑英吗？为什么？要宣战，就要找有火力的人吧。哦，难怪那天看到你。如果不是要问问题，你还不告诉我吧？太不够意思了啦。哎，你到底要跟谁宣战啊？所有搞开发的人，先从林灿雄开始。喂，你宣战跟我网站无关哦，我可不要变成那个做文宣的哦。文宣当然是我啦，我可以做你的外交部长兼情报局长兼新闻局长。文华，你可以做内政部长。什么啦？那你是行政院长兼国科院主任。那阿公呢？阿公当前总统最大。照一张照片挂起来，到处巡视。好啦好啦，先做白衬衫啦。不过我想要你穿西装打领带，就觉得很恶心哎。我早就知道你会放炮。白衬衫可以自己投资一下，西装裤我还有几件。哎，我哥也有哎。你哥也有？对啊。哥多高？差不多。我上次看好。喂。差不多高吧。哎呦，我腿很长好不好。哎呀。对啊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心杰啊，他可能也不知道吧。他说要去立法院上班，做一个什么林淑英的助理，可是人家现在又不缺人。再搏一搏吧，我觉得应该有机会。加油！他在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因为在学校吵架？嗯。谁啊？你是故意不听我电话吧？我都快八十了。不知道哪天就会走，你阿公阿妈有很多东西交代，还有这块地，你也不过来看看，你也不来接收，这到时候怎么办嘛？咱讲的啊，等只好跟你讲，安尼去处理好了。就是这里。陈一康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委员委员委员，我跟你讲，小姐，嘿，现在召集的林淑英林委员。委员好。我跟你
陈一刚，陈一刚，半导体王子哦，陈老板，陈老板你好，陈一刚，陈一刚，陈一刚，那位大姐，哎，钱姐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啊？嗨，我就是哪位？你好，钱大姐 ，Vivian，Vivian， 郭明峰。哦，有啦有啦有啦，可是我们现在办公室不需要人嘞。哎，拍谁拍谁？嘿嘿嘿，嗯。张经理，张经理，啊？谁的孙子？郭全熙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啊，他自己为什么没说？袂当甲讲我知影，啊是安那？哦，啊，这位太太，请问你是他母亲？可是之前我们不是有？喂，喂，不好意思，帮各位上个菜喽。